好，我是 Simon。 如果你收到地方议会选举的投票包，那就表示你必须要投票。你的投票包里面有第一，选票；第二，希望你为其投票的候选人的留言；第三，投票说明；第四，选票信封；和第五，邮费已付的回邮信封。你必须在10月25日星期五下午6点之前将填妥的选票寄出。有关如何投票的更多资讯，你可以登入 vec.vic.gov.au。 如果需要与翻译人交谈，请你致电03-9209-0101。